哇，那么快的，嗯，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我们本来想找你吃的那一家，然后再找又来这家。啊，这个也可以啊。是吗？西安的只要面馆，它那个饭点有人，人多，它都好吃。来，喝点吧。我们今天的位置是在钟楼旁边的钟楼小区，带大家去吃一家表表面，这附近好吃是不是超级多？以前给大家拍过，我们后面再一家一家拍过去。Go go go！ 可爱，爆谷，大半年，四块来一个。这是糯玉米还是水果玉米？也不是水果，这是咱当地玉米。当地玉米，香不香？馋不馋？上一盒。咱们这是烙玉米。烙玉米，啥叫烙玉米？你就回去不管给你五年大小人都知道了。啊，给我奶奶吃哈，看她知不知道。谢谢，上来啊。这儿有个馅饼，今天居然没有人排队，久仰大名。今天居然不用排队，拿一盒，一盒几个？十个。那拿十个吧。咱这店开了多久？十年了。啊，这么久？走，吃面。面门口人还挺多的。吃个啥？你想吃的啥？饼饼，还有个蒜蘸面，还有个蒜蘸面，啥意思啊？蒜蘸面。哦，蒜汁子，来个蒜蘸面。你平时都吃2块钱的凉面，你好奢侈。哦，那吃个蒜蘸面，再要一个三合一。大碗跟小碗差多少？差1块钱吧，差一个面是吧？好，要大碗。来，我们要了一个三合一，要了一个蒜蘸面。我刚看了一下这个汁子，有点像杨凌那种蘸水面。然后问了老板，他说杨凌蘸水面里面是西红柿汁子，这里面就是油泼辣子加蒜汁儿。他说你找一下这个三合一，里面看土豆、胡萝卜丁，然后西红柿，还有一些油泼辣。然后本地人吃的就是这种啊、哦。然后那种精品的那种表面面，单价稍微高一点，因为里面有肉。他家这个西红柿味比较出头，稍微偏酸一点点，油泼很香。嗯，面同时做到了又筋道又软和。盲猜这有4根面，至少面量挺大的，这个碗反正就糊住了。这就是咱们说的大碗宽面，紫皮大蒜。嗯，它这个不怎么辣，主要是香。你衣服要打吗？这啥情况？这怎么一整片？我的妈！是我第一次穿这个衣服啊！啊，崩溃了！你也不知道咋回事，突然间就有了。你们有知道什么方法去污去的比较强力吗？哎，13块的面给了这么多臊子，我觉得还不错啊，比家楼底下呢都要实诚。嗯，算也不错，真不错，真不错，好像被魔性洗脑。咱这大碗几根啊？四根啊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对了，不是有好多宝贝说，哎呀，别的姑娘家的人家的包包里面都是什么粉饼啊、气垫啊、口红呀、啊？小贝贝包包里面是什么？我给你们看一下，我今天包里面装啥？大蒜头，今天没有用到而已。然后呢，我的干饭人专用勺，还有我的筷子，这个主要是给必胜客用的。还有，哦对，我的口喷。吃完蒜用的。大家要是来钟楼玩的话，你会住到这附近。不是好多姐妹在后台问我，就住哪儿嘛比较方便，去哪儿都方便。其实竹八市这块是挺方便的，你去钟楼啊、鼓楼啊、回民街啊，还有南门啊，都在这一片。西安景点都可集中了，就在中轴线这一片。来一个蒜蘸面吧，这个光溜溜，光溜溜，我又被魔性洗脑。然后给它蘸到这里面去，这是陕西当地特别有名的那种面，蘸水面。嗯，焦香焦香的臊子，可香了可香可香。这不用就算这个面，这个绝，这个真的好绝！你不吃蒜，你可千万不要点这个蒜蘸面啊！这辣的我发汗，蒜的辣跟辣子的辣。一起向你袭来，我擦擦汗。
我们是坐外面，这样光线比较好。你们来的话坐里面。现在馆子基本上都有空调了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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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过来就认识你。我刚从那过来的时候看着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吃绿豆饼吗？你没买到吧？是对面的很有名的，尝尝尝尝尝尝，随便拿随便拿。你也来一个，也来一个。把我这点面干完。它这里面放的是青菜，你去杨岭吃放的是野菜，比这个会更特别一点。下次去杨岭给你们录一波吧，我上学的地方。最有名就是蘸水面。哎，你别说，这个汁儿，按理来说就涮一下，不会特别入味，但这个特别特别香，这个汁儿绝了，这个汁儿我愿意打包回去，再吃一顿面。来一口青菜。你看这酸沫沫，辣的嘴疼。真不错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这样这样。我绿豆饼我还没吃，我一会儿吃。先拿一个面汤，我辣不行了。你们见过有这人这样端着喝面汤的？哎，尝个绿豆饼，你尝了没？涨价了吧？我不知道，我记得1.5块。嗯，绿豆味很浓，不齁甜，然后质地比较绵密，比较细腻，也不噎，主要是不甜吧，我觉得啊。对很多老式糕点，我们不敢吃，主要是怕甜。但我觉得就这种情况下，我愿意去买。但我排队，我绝对不会去排的，吓人。三合一就正常吧，这个真的绝。哎呀，本来说好的今年一定要安排一次去新疆的美食之旅，特殊情况去不了嘛，没关系，我们搞一个爆辣炒米粉，解解馋吧。找了一家炒米粉，看看到底有多辣，有多爽，我们去量吧。Go go go， 好香呀！改个改个，他们家的爆辣还加6元呢，不辣，微微辣，微辣，中辣，加辣，加4块钱，爆辣加6块钱。行，搞个爆辣，我要一个鸡炒米粉，大盘鸡炒米粉，加个馕，加芹菜，我要爆辣，爆辣辣吗？还挺辣的，点的人多不多啊？能吃辣的就基本上都是加辣或者是爆辣。好，那搞一个爆辣吧，33。所以这爆辣就是6块钱是给这辣子掏的钱是吧？嗯，我第一次在这里面吃到炸的黄豆还是豌豆呀？黄豆，豌豆绿的，这个看着好辣呀！我要搅动了，妈，这个味儿已经窜出来了，这看起来太香了吧！你们吃过最辣的是什么程度的辣？吸溜一口，妈呀，它能有多辣？它可是入口是酱香，最后下去的回味，然后反上来那个辣劲儿，我好喜欢吃鸡蛋炒米粉加的馕，取个馕，馕特别好吃，粉是滑溜的，馕是筋道的，它把汤汁给浸满了，他们还挺快的啊。你要啥辣？微辣。你的牛肉我都不愿意夹，那有啥味儿？你看这对比。站一站吧。它不是有一个那个啥，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？啥？就是说炒米粉的辣度，微微辣、微辣、中辣、特辣、爆辣、芝麻开。菊花是什么？但它跟粉感觉好少啊，辣子里面烙粉的感觉。哇，我的妈呀！我最喜欢这种肠粉，做起来特别快感。还有鸡肉是大盘鸡，大盘鸡，哎，大盘大盘鸡，大盘鸡是吧？粉太好吃了，它这个粉比较软和，可能泡的时间长。
奶皮好吃了，加芹菜最好吃。你们一般吃炒米粉都加啥？加点芹菜啊，牛肉啊，鸡啊，馕啊。但我一般加的都是鸡肉片片，是吧？很少加鸡块的。新疆本地的孩子加啥呀？快告诉我！本来新疆是可以去的，结果又这样。这粉太少了，我还能加粉吗？这粉感觉还没吃呢，就完了。还想要个馕，咱这馕还能加吗？而且整个馕，我说8块钱的，好馕。陕西娃就是拿刀摸，拿刀东西就往进泡。我的妈呀！不然新疆本地的娃吃不了。是不是这样吃？你们那的馕是怎么磨呀？就边就着就可以边吃啊。比如说你吃一口这个馕，然后就吃这个馕，嗯，有吗？就是你要吐馕，我好吃。姐姐没有粉了，来了来了，看你愿意借多少。姐姐再给你买一个中辣的吧，就看着才爽吧。有没有？我觉得有什么伤心事，有什么开心事，都可以用一碗粉来解决。吃的瀑布流涕的，没人觉得你是伤心的还是开心的。它这个粉比咱们之前吃的那家粉长一些啊，之前那个粉全是断节节，但是到底还是我在家做的最长、最筋道、最 Q。他们这个应该是一桶泡好了，然后要炒的时候直接一捞一炒，是吧？泡时间长。你们喝过点皮没？咱们先喝过，乳酸菌饮品，跟啤酒没有关系。那你叫奶皮？我看这么薄，还拿出厚了。他家这个厚会有一点酸，微酸。对，不是就好吃这么大一碗都是酱吗？一筷子馕粉混合物，有点薄了，这碗筷子夹不出来，太 Q 了，太滑了。薄进去一口辣子。你们能一吃辣的，一吃汤汤水水的，好像流鼻涕。我们原来我们学校门口有个砂锅店，然后大家放学一起去吃砂锅，一进砂锅店就此起彼伏的，哈哈，是不是？是的。拿一定要多泡一会儿，泡软了才好吃。越来越皮了，都给你要了一碗了，你还这样抢我的吃的，薄薄薄薄薄。他们家这个爆辣我很喜欢，就很辣，很过瘾，但不是让你辣的吃不下的那种。啊，罗马市那家真的是我一生的痛。Inner peace， 这还就适合年轻人来吃是吧？我还没见过我妈、我奶奶、我爸吃过炒米粉呢。我感觉我能捞都捞完了，剩下都是酱、黄豆、芹菜碎。这酱带回去，还能再炒一碗，把米粉煮好啊，然后捞出来把这个酱跟米粉和香，然后自己再加了鸡肉、牛肉、芹菜啥的。那么这期就到这里，喜欢的就点赞，现在一个八弹幕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嗯，饮料不是给咱们三个愿意瓶的吗？快为人杰。